你在做你的翻译，刚才做了没录的？松得很好，你呢把脚底下先松一下，它自己就松。对，你必须要把脚松上先松。它重量，它必然是到脚底的。重量一般是到脚底。Okay. 你那个不松，它那个劲会回到肩膀上去，一定是要刚刚断开的，它劲不会回到肩膀上去。对，对，你看，而且你看，你的手要进去，要攻击它，看能不能进去。啊，对了。周元，你的服，周元，你那个手丢了，所以这个手没有本劲。你这个手要有股本劲，本起来了，它就不大容易进你这边去了。对，再来，是吧？这下你就更完整。这下你后面
进，左侧往前往那边包含几个，这下子你看，快快弄，再来，就稳了，对。你还会，因为你下来如果丢进，他们不会打你。不过你如果上步做那个上步一根可以把它打出来。就上步，对。脚自己跳是没有声音。